浪有享受宝宝们，我来分享好物了。我最近在横店拍戏，然后每天都是古装，会有很多的发胶啊，然后前面的头发也会用自己很多刘海。然后今天想跟你们分享，一直以来也不是一直吧，就是最近这几个月会困扰我的问题，就是发际线的问题。首先我可能是熬夜很累，然后呢或者说是作息不规律，经常呢枕头上还有床单上就会有一些头发会掉，包括第二个就是换季的时候掉头发特别厉害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古装我前面留自己刘海，所以我其实自己很喜欢那种小绒毛小胎毛的那种发质，但是我本身自己没有，我也没有美人尖，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想说长一长。然后呢我就开始搜罗各种好的一些生发的产品。今天给你们分享的就是这个丰田抑制落发育发的一个精华液。其实丰田是一个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牌子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一方面困扰，所以我没有很关注，一直是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关注的。它丰田这款产品里面，它里边是含有法国非常稀有的海藻提取物，然后也是最最最核心的一个防脱的成分。它呢主要就是主打90天可以达到明显的一个防脱密发的一个效果。然后我大概用了有半个月，你看。就是这里就会有这种小绒毛，就是有一些是我自己，然后里面那种很小很小很细软那种，就是新长出来那种胎毛，我自己就很喜欢那种软软的这种胎毛。它是安心密封舱的设计，里边的粉末和这个液体它是分开的。每一次使用的时候，先是移除这个封条，然后它是那个粉液是分开的，然后你把它按进去。按进去之后呢，你就看到有一点点浅蓝色，你把它摇匀，看到它变成淡蓝色之后呢，就把这个盖子去掉，然后加上它的这个盖，往你的这个需要长发际线或者说需要长小绒毛的地方涂一下，然后把它按摩开，像发根啊还有这个前面的一个发际线的地方啊，就把它精华充分的按摩吸收，也不用洗掉，就特别方便。这个品牌呢是做头皮安瓶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小瓶分装设计，除了能够把一些活性成分锁住以外呢，在大家使用的时候也可以发挥到最大的一个作用，然后携带起来也很方便，就是你出差啊什么就随便小只带，然后就可以去哪都可以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其实我觉得需要这款产品的宝宝们应该还蛮多的，不管你是因为换季掉头发，还是因为你作息不规律，或者说是你想要长这种小胎毛啊小绒毛啊长发际线，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，解决了我的一大困扰，分享给你们。小红书。